啊，是新伙伴。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我现在没有目标，我离得太远了。
靠近一点。把他交给我吧，你已经见识过他的能耐，在他坚信自己的理想的时候，只要我们多一点耐心，说不定会有意料之外的收获。很好，既然武器到手了，接着就是要好好打磨他。所有商品都能出价。
你还真是会讨价还价，厉害！有工作要做吗？这地方可不会自己变干净。哟，拜拜了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怎么了？继续工作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我离得太远了。
我离得太远了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，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我离得太远了。
好行者，你迷路了吗？哎，黑暗蠢蠢欲动。是谁闯入了我的地盘？提高警觉，他感应到我们了。这些商品里面有你喜欢的吗？多谢你的惠顾。超出范围了。这场折磨总算结束了，我受够这个地方了，我们走吧。猿猴，我还记得，感觉好像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。你逃离了炎狱之主，没错，记忆变得更清楚逃脱的关键。唉，我原本以为暗影之境这里到处都充满着黑暗，还有地方存有希望，真是太好。愿我所有先祖的灵魂都能在和平舒适的国度中安息沉眠。
都有自己的担子要挑。索尔，赞美大地之母，很高兴你回来了，兄弟。看到你平安回来真是太好了，索尔。我立刻传讯给阿格拉和摄政王。情况恐怕不乐观，贝恩和我都清楚炎狱之主所带来的恐怖。暂时别去想，至少现在不要。